大家好，我是謝西，研究主導的藝術工作者。其實 painting 是我一個主要的創作基礎來的，我創作的元素一路以來都是用粵劇戲服，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項目之一。粵劇本身這個表演藝術就是我們的文化瑰寶，因為時間很多是流失了，或者很多是將會流失，我希望是將這段歷史在我的能力範圍裡面是修復了，還給香港人。咁我都好開心喺 PMQ 嚟緊有個機會可以同大家展出創作嘅時候，我就諗下呢一個其實係一個全球性嘅一個經驗嚟嘅。咁我就嘗試喺呢個基礎上面去揾一啲題材啦，同埋咧創作嘅方向。創作係基於粵劇，我喺裏面咧就將大眾比較容易啲去理解嘅素材攞咗出嚟，加入我哋傳統中國嘅文人山水嘅元素，都希望喺呢個展覽裏面咧係提供一個唞下氣嘅機會。睡覺、吃嘢，主要是集中在粵劇戲服素材，包括水薑啊、山岩啊、花啊嗰啲咯，將佢當代化咗喺嗰個作品裏邊帶出嚟俾大家認識。更加多人認識粵劇戲服嘅文化，其實如果係將佢可以演化到嘅話咧，都係一個傳承嘅重要嘅方向。我諗我好感恩嘅係藝術嘅承傳，因為由爺爺佢係。粵劇戲服的製造啦，同埋設計啦，同埋畫花嘅工藝啦，嗰啲喺當代咧都係好 unique 嘅。佢就喺嗰方面發展，而我咧就係喺依家嘅藝術，即係當代嘅藝術創作上面。咁我覺得有呢個延續，係一個隔代嘅延續，係一個好特別嘅情況，可以成為別人嘅祝福。